我是天生帅气，智商190，酷到让你偶一偶一的天才欧巴，哦嗨哟！你们好，我是天生爱美，我觉得这世界什么都美，美到我想运动，完美出美美美的可爱美美美，哇！美美美，你一边运动一边在说话，这样看起来好喘哦，你要不要先休息一下？不行不行，我还有10分钟啊！我做完这10分钟，我才能结束运动。哦 ，OK OK OK， 加油！可是你为什么要运动啊？因为我不只要保持我美丽的样子，而且还要保持我美丽的体态。哦，是这样哦，运动是个很好的习惯啦。不过我看你好像都没有注意到运动的时候该注意的事情哦。是这样子吗？哦，好，那我先停一下哈。没错，小朋友，你们知道运动时要注意什么吗？小朋友，我们现在呢，一起告诉美美美，运动的时候要注意什么？要注意什么？水，还有什么？还有毛巾，运动鞋，还有吗？运动衣。哦，刚才小朋友有提到运动鞋、运动衣、毛巾，最重要的是要多喝什么？水。美美美，你的水壶呢？对耶，要补充水分，难怪我又渴又喘的。当然咯，因为运动的时候啊，会流失很多的水分，这时候啊就要多喝水，把流失的水分补回来。喏，给你水。谢谢。哎，有讯息来喽。Hello， 咪咪国王，海豚口渴怎么办？哦，这个小朋友啊问了一个很棒的问题哦。大家都知道海水是咸的，不能喝。那如果海豚口渴的时候该怎么办呢？来问问看聪明的小朋友，你们觉得海豚需要喝水吗？要吗？要不用？要的请举手。举手。哦，大部分都要。好，请放下。那你们觉得如果海豚很渴的时候，它可不可以喝海里面的海水呢？不行。觉得不行的举手。大部分都觉得不行。要，那有觉得可以的吗？有吗？觉得可以。你也觉得可以。小朋友的答案都很有趣耶，但是咪咪国王不知道我们有没有答对呢？嘿嘿，这个问题我可是有安排两位特派员去做了调查，大家一起来念咒语呼叫他们吧。迷惑，看谁会来解答。迷惑特派员来解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只爱美食不吃零食，最喜欢去海边晒太阳的体育自由生大力丸丸丸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草多多，努力用功，聪明起来跟海豚一样聪明的美少女 Tico。哎 ，Tico， 我跟你说，依照我天天都去海边晒太阳、观察海洋动物的经验，海豚就跟所有的海水鱼一样，会将海水咕噜咕噜喝到肚子里面，再利用身体的特殊器官将多余的盐分排出来，这样子它就不会口渴啦。是这样吗 ，Kiko？ 当然是啊，所以海豚会口渴，就是直接喝海水。我觉得答案不是这样。
样，因为根据我的研究，海豚跟鲸鱼一样都是哺乳类动物，它们不像其他的鱼类一样有特殊的器官能够将盐分排除，是透过吃小鱼、小虾还有章鱼等等的，透过身体的处理来摄取水分的哦。所以海豚是不用喝水，它们是透过吃进的食物来摄取水分。哎，怎么可能，婉婉？就是有可能 ，Kiko。小朋友，仔细想想看，看谁说的对。吼吼，我觉得啊，我好像知道答案喽。不过还是要先来听看看小朋友的想法。那先来问问看小朋友，请问呢，你们觉得海水是什么味道的？咸咸的。还有别的答案吗？甜甜的。那你们有没有到海边玩的时候不小心喝到海水过？没有。有些人有，有些人没有。那就来问问看你们哦。如果海豚呢口渴喝水的话，会直接喝海水的请举手。觉得会喝海水的举手，有吗？两位。哦，两位而已。那觉得海豚是不需要喝水，它是靠摄取食物来吸收水分的举手。哇，这题答案比较多。好像比较多哎。真的哎，其实两个答案都有小朋友支持哦。不知道答案是什么呢？迷迷国王，赶快公布解答吧。好的，海豚口渴该怎么办的正确解答就是 Kiko。婉婉，怎么会这样？明明人家天天都去海边晒太阳的。嘿嘿，耶 ，Kiko 答对了，大力丸输了不气馁，下次再接再厉。没问题，继续挑战。哇，世界上有好多好多的生物哦，跟着迷迷国王就可以知道生物的奥秘喽。小朋友，大家都了解了吗？了解了。好，那我们最后来学海豚，一起来跳跃一下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双手合起来，一起学海豚往前游，一起说咻咻咻咻，再来一次最高的哦，咻咻咻。小朋友做的真棒。让我们跟海豚一样美美的游泳吧！好，我们现在呢要一起来站起来到刚才的位置，快来！来！跟海豚游泳，变成海豚。迷你国王超级厉害，找出答案 so easy， 实验森林充满神秘，一起来玩真有趣。现在先变成海豚。好，我们现在要跳出海面喽！一二三，咻！再换一边跳高一点，一二三，咻！哎，接下来我们变成大大的会喷水的鲸鱼，像这样，噗噗噗噗。好，跟你的好朋友打招呼，喷水，噗噗噗噗。接下来变成有八只脚的章鱼，章鱼的脚很长，我们全身扭一扭，扭一扭，转圈圈。干杯！